紫海胆产自加拿大，世界上最大的海胆，300块一个，哦，一个1.5斤。哦，这海胆的刺儿还会动，它还是活着的。这紫海胆里边咋还有绿的呢？哦，这是公的，你看它这个刺儿得有多长，咱们试试，看着都疼那一下子。这哪是海胆呀，就是6个绒馍馍呀，当个果盘也不错。就这个刺儿这么尖锐吗？确实厉害。别看海胆是吃海带长大的，但是它的牙还是非常锋利的，像一根刺儿一样。咱看看这里边，卖家告诉我这种海胆能开出海胆水晶来。海胆水晶究竟是什么样的？哪不有水晶，闻着不新鲜，除了内脏就是这个黄。我是不是上当了？1000多就出这点肉，据我多年窜稀经验来说，不能生吃。海胆壳当锅倒进去，海胆蒸蛋，等呗。烤好了，没有开出紫水晶，咱自个儿用糖凹个造型。你说我成天这个买海鲜上当回事啊？烤完之后还有没有那股厕所味儿？嗯，奥利给。